新界巴士路线 230X 由九巴营办，止于星期一至六早上由荃湾、荃威花园单向往黄埔花园，途经大涌道、美孚、西九龙走廊、旺角、油麻地、尖沙咀。此路线于1992年6月1日投入服务，现时由荃湾、荃威花园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7:40、7:55、8:10；星期六7:40、8:10。230X 线并非在巴士路线发展计划中提出开办，而是配合运输署舒缓地铁弥敦道沿线在繁忙时间的挤迫情况，建议开办的晨早特快路线。好啦，准备上车，睇下呢架车有几快啦！就嚟到黄埔花园啦，感谢你收看，请留言估下一条系咩路线喎？